站住！等会儿！靠！跑！让让让让！快给你！让解放兵！我送到江边集结。是。哎，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说你呢！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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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刘总参谋长没有？没有。看到刘总参谋长没有？刘总参谋长，在那边。 七条渡船正在昼夜不停的运送，三军团已全部过江，一军团正在摆渡，请指示。来时太慢，要把船工们的工作做好，让他们轮班休息，做到换人不换马，加快速度。记住，我们是在抢渡，抢渡就是和敌人抢时间嘛。这里积压的部队太多，后面的五军团也上来了。这个。 此次会战，有个十分巧合的局面，不知你们想到了没有？这千伟算明智。你们说，今日之朱毛，与当年石达开有相似之处吗？有，他们都是逃离了经营数载的根据地，长途流窜，锐气屡挫，走云南，渡金沙，其实已成强弩之末。 时间都是在5月份，正好是雨季江临之时，兵力也大致相等。当年石达开对外号称统兵10万，实际兵力不足2万。今日的朱毛红军充其量也只有这个数。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关键何在？孤军入线，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天堑阻隔。 重兵围堵，你们讲的都不错，可还是没说出要点。嗯，你读一读，看看《沁园学府城》是怎么写的。打开不自入绝境，则不得面；即入绝境，而无疑兵四面额角，亦不得面。关键。 就在这一面的四面额角，我早就听说，川康一带的彝人桀骜不驯，且彪悍异常，又与汉人仇恨极深。只要让他们与匪军对抗冲突，那可就远胜于我们部下的10万雄兵。 亲家，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啊？走啊，走。亲家，今天城里怎么不像往常啊？哦，我还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呢。朱毛红军过了金沙江，就要开过来了。哦，朱毛红军。 朱毛红军来了，会跟我们彝人开战吗？这个我倒是说不准了。不过，邓旅长的人马都要被刘元璋司令调去堵截红军，这倒是真的。堵截红军，红军跟邓家军。
是冤家对头。哎呀，我说亲家，先走吧，去晚了，伊卡那边就不好进了。走。 站住！哎呦，王排长啊，我跟李团总啊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是果吉家的，进去吧。啊，来来来，站住！出去！嘎呦嘎呦嘎呦！这不是果吉家的头人小叶丹吗？你怎么赶到这里来？今天的日头，怕是从西边出来了吧？啊？这里又不是你们罗红家的地盘。 我怎么不敢来？哼，就凭我们罗洪家跟邓旅长的关系，邓旅长不就是你的干爹吗？哼，可是，你不也得照样关在这里，做人质吗？二叔。 您看，在这儿呢。二叔，小野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你。哎，他们能让你进来啊？我请甘亲家给钟县长和李团总送了些银子和洋子，这些呀是家里给您带来的。你看，色婆婆。 你先到外面去吧，啊！二叔，我想换你回家去，调养调养。怎么换呢？现在家里头老的老，小的小，还能让谁来做主？实在没人，我来。不行，我们国际萨特支现在就靠你当家主事。 跟罗洪家结的仇，还没有了断。邓秀婷那狗汉官，又在后头使坏，你来做质，正是他们巴望不得的呀。做质，把我们头人压在这儿当人质。哪年哪月？ 才能改这种规矩。来，老子陪你玩玩。不，我不跟你摔。嗯。 怎么？你害怕？中老红军是不是汉人的军队呀？是的。从我记事起，凡是开到梁山的汉兵，不是来消灭我们彝人，就是抢占地盘。没有哪支是好。 你要记住我的话，管他是红是白，都不要跟他打交道，要不然就会吃亏的。哎，去你！就得，啊，就得，哎，再来啊！怎么样？来来来，再来一个吧！啊，嗯，哎，嗯，去你的吧！好。 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呀，哎呦，哎，哎，这，哎，他妈的，哼，你他妈的，谁不服？谁来？ 我认得你，果吉小叶丹。好。
倒要看看你这个黑骨头到底有什么本事。爹说你眼睛上。哎，这摔呀，这这是我们说的不到。哎，这摔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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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个蛮子，弟兄们，捆起来打！是，住手！队长，干爹，免礼免礼，自家人嘛。老，你好，看花纹，黑衣靠威风。不愧是国际家之响当当的头人呐。谢谢。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赢要赢得光彩，输要输得体面。旅长他是是指挥官。我二叔病得很重，请你准许我把他带回去治病。好说好说。换班的人质带来了吗？没有。做这换班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各个家支的头人都在契约文书上按了手印了。我要是让你破了这个例，别人会说我偏心的。李参谋，钟县长，在。你们说我这个遗物官好当吗？是是是，不好当，不好当。小叶丹，你应该体谅邓指挥官的难处。这样吧，你二叔的病，我找大夫给他治啊。谢谢。快点快点快点，上班了。敌机来了，快隐蔽快隐蔽，快，飞机来了，快隐蔽，快隐蔽了，快点。那个戴眼镜的同志说你呢，说话客气点，看谁来了。哎，别放老宋，是我们错了。周长，传单。耶。红军官兵弟兄们，你们再往前走，就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什么梅之地，覆没啊，覆没之地，在此汉邑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重兵围困的绝地。你们必不识军覆辙，望诸军迷途。不要念了，走。周副主席啊，哦，伯承主席。我来了，来了好，来了好。伯承你好，伯承啊，总司令好啊。你们也在看这张传单啊？是啊，不只是看，还认真研究了一番。这一次，蒋介石倒讲了些真话。我们面临的处境确实很危险。总司令啊，你介绍一下情况吧。好，伯承，你来看。好，来吧。我们前面是大渡河，后面有金沙江和薛岳的十几万追兵，东边是岷江，西边是雅砻江和八百里荒凉地区，大都无法立足。
现在蒋介石正在紧急调遣川军主力赶到大渡河北岸布防，他给我们红军准备了一只大口袋，我们就是要在他封口之前跳出去。只要过了大渡河，就有可能和四方民军会师，造就新的革命根据地。要是过不了河，后果则不堪设想。这么说，时间就是关键。谁能抢先到达大渡河，谁就赢得了这场比赛。可是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却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主席，你指的是过宜人区？你已经想到了？看来我们选将是选对喽。嗯，伯承同志，我正式通知你，在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后一项决议就是任命你为红军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同志为政委，充分运用你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的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是。伯承啊，72年前，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我看有两条主要的教训。嗯，第一，他和宜人的关系搞糟了；第二，他抢渡的时间一再延误。所以你们先遣队的任务，就不光是去打仗，而是要去宣传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嗯，就是说啊，用党和红军的感召力，去与宜人达成友好。对，以便我们能够顺利地通过宜区，赢得抢渡大渡河的主动权。嗯，我们要尽快地让宜人了解我们。聂荣臻同志已经带领一军团一团先行出发了。哦，我马上去追他们。哎哎哎，莫要急，莫要急，来来。我写了一份布告，你们看看，帮助我推敲推敲。啊，哟，好，好啊，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哎，见笑见笑，这不算什么诗，只能算顺口溜，能让战士和老百姓听得懂、传得开，就算达到目的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宜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赴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日来到川西，尊重宜人风俗，军纪是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宜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宜人政府，宜族管理宜族。叶丹，你看。什么？这是程老板送来的红军布告。你看，这上面写着要我们宜人团结起来，把国民党官兵赶走，让我们宜人管理自己。要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对了，程老板还说呀，他和几个赶马的弟兄已经见了红军，那些兵啊，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看来红军跟别的汉兵真的不一样。是啊，凭这一点就能说他们是好人。你们呐，吃汉兵的苦头还吃得太少了。我的衣服，哎，我的衣服。铁浩、铁达，你们到哪儿去啊？我干爹请我们喝酒去。尼普，跟我们一起去吧，汉人的酒还是蛮香的，你们去吧，我还是喝自家的杆杆酒。那我们走了。走，撤，撤，走，撤，撤，撤。你儿子
认哪家汉人做干亲家？李德武，李团总家呗。怎么认了他？为了多换几条枪。王营长，王营长，怎么搞？刚才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不敢。谁指挥你们？旅长直接指挥我们。哪个旅？川康边防军16旅。旅长是谁？徐建双。他的原名是不是叫徐颖啊？是，原名是叫徐颖。你认识他？啊，我在川军师的老部下。啊，没动静了。听见我说话了没有？不，你是谁啊？我是许旅长，赶快向我报告你们那里的情况。徐颖，你不要叫了。八斗冲隘口已经被我红军拿下，你的指挥部已经暴露在我的正面。胡说，你是谁？我是刘伯承。徐老弟，泸州一别转眼8年，我现在红军要北上抗日，蒋介石为了坐收渔利命令你堵截，你不妨扪心自问，这样做对国家民族对你自己有何好处啊？早知您来，我怎么敢和您对阵呢？现在偃旗息鼓，收兵回营还不迟吗？我立即撤。可是你是怕对你的上司没办法交代是不是啊？是是，我给你个台阶下，你看见吗？在你两侧都是红军部队，我可以实攻也可以佯攻，你明白吗？不明白。徐老弟，我相信不远的将来，一切有良知的中国军人都会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携手合作的。望老弟好自为之。记住，10分钟后我将对你发起攻击。我明白。求求大慈大悲的关帝圣君老爷保佑我全军顺利。邓旅长到。请。哎呀，邓旅长，你让我等得好苦啊。司令，哎，忙于视察军务，晚来一步。哎，请坐。上茶。请。请。司令，啊，听说许建双兵败而归，红军很快就要兵临西昌城下了。我正为此而焦虑啊，所以才把你老兄给请来。昨天晚上关帝圣君给我托了一个梦，说有一个能人可解此危局啊。哦，此公是谁呀？就是老兄你呀。我啊？哼，不敢当，不敢当。哎，不瞒你说呀，连蒋委员长也对你格外的器重。蒋委员长，昨天委员长乘飞机亲临西昌上空，给我投下一封亲笔信，上面还专门提到了你呀。我？只要你呀能把彝人调动起来堵住红军，那你可就立了大功了。好，那就再来他一次。喝血酒钻牛皮。喝血酒钻牛皮？喝血酒钻牛皮等于
我又多了数万疑兵啊。好，好。哎，你可真不愧是蛮王啊。啊，哎，司令啊，到时候能不能请委员长派一架飞机，来助助兴，以壮我军威？这不成问题啊，这件事就交给我了。啊，回指挥官，时辰已经到了，可小叶丹还没有来，您看。不管他。对空联络的白布带来了吗？已经准备好了。好，咱们照常进行。好，我机加之头人小叶丹到。就指挥官，路不好走，我们来晚了。不晚不晚。盟誓大会开始。各位尊贵的头人，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参加神圣的喝血酒钻牛皮盟誓大会，是因为我们碰到了一个鼎鼎可怕的敌人，那就是朱毛红军。红汉人。红军刚一到西昌，就把城外的店铺街道全部烧光了。如果红军进了宜区，那你们的银子、洋子、娃子，包括你们的脑袋，就全都保不住了。我作为医务指挥官，不能见死不救。从今天开始，你们各家支要把过去的冤仇先放一放，大家要同心协力对付红军。我先打个招呼啊，如果哪个家支的人敢勾结红军，我就找你们这些头人们说话，到时候可别怪我把你们全家支的人都杀光了。皮喝血酒，钻一个喝一个，谁第一个钻呢？哎，谁
谁第一个钻呢？小一丹头人，你来晚了，带个头吧。指挥官，我是个直性子的人，有话也只会直说，请你不要见怪。哎，请讲，请讲。今天这蒙师大会。 不大合我们一家人的规矩。嗯，哪些地方不符合规矩啊？从前开这样的大会，都要经各家支头人商量。大家都早早知道，为什么结盟发誓。愿参加的就来，不愿参加的就不来。可是今天，你把我们叫来以后，才把话说开了。 这是不是有些突然？那是因为红军来得更突然。一家有句老话：“走进家门的人是仇是亲，要看他干什么才知道。”我们从没有见过红军，也不知道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现在。 你不是要我们闭着眼睛去钻牛皮吗？你连我的话都不相信了？你要我们相信你，可是你一直不相信我们彝人，笑话！我不相信你们，大家说说，不相信你们。 能请你们来参加结盟吗？请问指挥官，让我们彝人坐制换班，这是不是相信我们？小一丹说的对，有道理。小一丹同志，坐制换班是大清朝定的法，延续至今。 民国二十年，咱们喝学酒钻牛皮的时候，也没有改变。当时还增加了几条，其中第四条，你还记得吗？如遇大难，各家支同心协力，共除之。而今红军来了，正是大难当头。 你不遵守吗？这，喝血酒，钻牛皮。对，喝血酒，钻牛皮，钻牛皮。小叶丹头人，我就要你一句话：这牛皮，你钻还是不钻呢？ 别的家支钻不钻，那是他们的事。我们果机家支，对这种不明白的事是不做的。旅长，别跟他们废话了。今天谁要是不钻，他就别想离开这里。上。邓旅长，你不是说红军开过来了吗？你要跟谁开战？ 先好好想一想。你，这是蒋委员长派来让我指挥的飞机。谁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炸平他的村寨。快看呐！快看呐！田鸟来了！田鸟来了！打下来看看！打下来看看！快点开枪！ 谁在开枪？快！白布，队伍联络的白布，白布他跑了。
汉、诸葛武侯、七擒孟获、攻心为上，对小叶丹，现在还不能动他。嗯，我目前主要的心病是红军，而对付红军正用得上这些蛮子。是，所以做事要有先后，要有秩序。不过不给他们点厉害，也容易脱缰。德武啊，哎，你的干儿子是国基家的人吧？是，去把他杀了。这，他们不是要用银子跟你换枪吗？我没有答应他们。换。让他们多带点银子来，答应他们，多给他几支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懂。多杀几个，弄疼了他，小叶丹就会学乖了。说好在这换枪的，干爹怎么还没来？这么多的银子，应该换几条好枪啊。嗯，杀鸡！可别怪干爹我，要怪那就怪你们小叶丹不听邓旅长的话。邓小婷，把马牵进去，拴好了啊！哎呦，王大爷，陈老板，哎，张老板，哎，这茶叶的味道，你看看怎么样啊？有的，啊，好，哎，哎，老板啊，我给您打听点事啊，请讲，请讲啊。到大渡河是从西面的冕宁县那条路好走呢，还是从东面的岳西县那条路好走呢？当然是走东面岳西县那条路好喽。这条路啊，自古就是通商大道，沿途都有客栈马店呢。
冕宁这条路那可千万走不得，千万走不得呀。为什么走不得呢？走这条路啊，山险路陡倒是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要过裸罗区。那个裸罗就是彝人呐、啊，他们会抢人呐、啊。我二伯有个儿子，就是被他们裸到山里边做了娃子。娃子就是奴隶，你知道吗？好惨呐、啊，十多年都没有音信了。哎呀，这位老板，您请坐，请坐。你在哪里发财啊？这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嗯，说出来长官莫见笑。我在冕宁大桥厂开了个小马店，糊糊口啊。冕宁大桥厂，那里不是彝人区吗？嗯，你就不怕彝人把你掳去当娃子？哎，十个手指头还有长短呢、啊。嗯，其实啊，你只要真心诚意的跟彝人交往，他们就是你可靠的朋友啊。哦，哎，从你们那里去大渡河，要经过哪几个彝人家之地盘呢？哦，主要的有三个大家之，三个。从冕宁出来，到额瓦的元宝山一带，是罗洪家之和罗武家之。过了这里，一直到大渡河的汉区，哎，就属于果基家之了。嗯。首长，政委请你赶快回去。嗯。请问老板贵姓啊？哎呦，免贵，姓程。啊，谢谢你啊。不客气，不客气。刘聂，据报，泸沽粤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你们率一军团第一团向粤西前进，第五团由左权刘瓦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并带电台随第一团之后跟进。朱德，我这里还有另外两份情报，一份是地下党的，还有许建双派人送来的，都说蒋介石判断红军不敢走冕宁以北的彝人区，肯定会走西昌。直粤西和富林的大道，所以就把富林作为防堵红军渡大渡河的重点，集结重兵。许建双让我们多加小心。嗯，好嘛，一边是总司令的命令，一边是他们送的情报。嗯，你说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正想请教你呀。嗨，好你个荣臻呐，跟我捉起迷藏来了啊！不，应该说我们都在跟蒋介石捉迷藏。各位同志，各位朋友，各位旅行回来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吕座呀，吕座，红军绕过了西昌城，他们已经进入了泸沽镇了。吕座，要是红军从泸沽镇向冕宁开来，我们是不是迎上去啊？嗯，不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二人，立刻把坐骑头人押到折磨山洞去找我，暂时避开红军的锋芒。只要这些头人还在咱们手里，这一带的彝人就得唯命是从。嗯，记住，如果让他们跑了，剃头见我。只要中央军一到，红军进不了冕宁城。啊，是是，蒋是。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已渡过金沙江，兼程尾追，沿途修筑碉堡，右与昭觉、郭勋齐步，左与延边、延元之滇军连成碉堡封锁线，使共军无回旋的余地。啊，嗯，北线大渡河上，除原先调去的川军三个军以外，现又将担任成都城防的王泽俊旅调去专守涪陵。
太慢，还是太慢。命令各部加速进剿，一定要在四江环绕之间消灭朱毛残部。是。是这儿吧？好，就是这儿。哦，记得我从苏联学习回国，中央派你和你爱人瑞华同志在上海码头接我。啊，哎，那天也下雨，那时候我身上这点毛病就被你看出来了。那还是瑞华同志悄悄告诉我的。嗯，还是女同志心细啊。哎，嗯，最近有没有瑞华母女俩的消息啊？哎，自第五次反围剿以后就断了联系。哦，这是最后一次收到的。哦，他们肯定在为红军的前途牵肠挂肚啊，甚至比你我更加揪心。是啊，全军将士还有他们的父母妻儿都盼望我们能早日摆脱困境，可是目前我们又面临新的困难呢。我就知道你这次头疼不光是由于天气的变化，一定还有其他的因素。敌情的变化和我们该如何执行总部的命令。嗯，你呀，老伙计，你看，这是总部指定的从泸沽到粤西富林的路线。如果坚持走这条路线，必然跟敌人的主力顶牛，很不容易成功。啊，这是从泸沽经冕宁到安顺场的小路，走这条小路就有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总部之所以不选这条路，担心的是能否顺利的通过宜区啊。如果让蒋介石抢了时间上的主动，中央的整个战略计划就有可能落空，其实一招全盘皆输啊。我看跟彝人打交道总比去闯蒋介石的天门阵要容易些。当然我们提出的改变总部既定的路线，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如果红军真的被堵在大渡河以南，我刘伯承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死何足惜。我看立即给军委发报请求改造。我同意。首长，离预定的出发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
伯承案，72年前，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我看有两条主要的教训：第一，他和彝人的关系搞糟了；第二，他抢渡的时间一再延误。一再延误，一再延误。报告，叶政委，刘司令员，部队一案行军序列等在外面，杨自治团长、且师首长是不是马上出发？还没回答吗？没有，命令部队出发。那是什么人？是修女。什么是修女？尼姑呗。尼姑怎么是这样？外国尼姑。老班长，那人怎么是高鼻子？还是蓝眼睛呢？那是外国人。周爷好。啊，同志们好。周爷好。周爷好。同志们早。周长好。周长好。周长好。Il faudrait lui demander de nous protéger. Est-ce qu'il pourra nous protéger? Ne vous inquiète pas.Notre parti communiste respecte beaucoup la liberté religieuse et idéologique. Mon Dieu, il parle français. Et en plus, il parle avec l'accent de Paris. Incroyable. Si je ne me trompe pas, vous arrivez de France, n'est-ce pas? Vous avez été en France? Je suis été en France. C'est un pays merveilleux. Est-ce qu'on peut vous inviter à boire une tasse de café? Merci beaucoup.好，谢谢。啊，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经过和您的交谈，完全改变了我们对中国红军的认识。我一定要把今天的感受写出来，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同情和支持你们。谢谢你们的好意啊！我想，全世界善良的人们，不久就会知道，在东方，在中国，还有一支。为了全中国人民不再受欺凌、受压迫而斗争的军队。咋子？咋？咋？咋子？啊，咋子？咋子？嗯，咋子？不对不对，他连饭都不会吃。咋子？哦，咋子？咋子？咋子？对吧？对了对了，你会吃饭了。我会吃了，会吃了，我会吃饭了。会吃。哎，谢谢怎么说？卡莎莎。卡。卡莎莎。卡莎莎，对吧？好好。还有，彝汉人民是一家，怎么说？诺苏，诺苏汉嘎，错死不？错死不？诺苏汉嘎，错死不？等一下，等一下。诺苏汉嘎，错死不？你们俩再说一遍。
诺苏罕嘎措次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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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诺苏呜呜咽咽。红军诺苏呜呜咽咽。好，下面我们把这三句连起来说一遍。诺索喊嘎措次布，红军诺索呜呜咽咽，自己错自己错几趟走。刚才部队休息的时候，接到刘伯承、聂荣臻来的电报，要求改变原来的行军路线，不走越西官道，改走冕宁托乌，从小路去大渡河。现在他们已经到达冕宁了。哦，地图。既然已经判明蒋介石把大渡河防线的重心放在富林一带，留念二位的改道建议是很有道理的，应该找薄弱环节强度。走冕宁托乌这条路线也要过彝人区，根据我过去所了解的情况，过彝区可不比过蒋介石的封锁线容易多少啊。刘伯承一向胆大心细，从不弄险逞强，对于过彝族区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危险，他们一定会有所考虑的。刘聂把先遣部队带到了冕宁，这就等于向我们立了军令状，我想他们必有锦囊妙计呀。看来你们二位都同意了，那就通过了。姐，姐姐，金哈惹，你是怎么回来的？邓小婷，他把做事的人都押出了冕宁城。姐，我是半路上偷着跑回来的。姐，快快带我去见宋坡。邓小婷把做事的人押到什么地方去了？路上听当兵的讲，他们要把人押到富林去。色帕阿普说了，只要把这话告诉了你，你就一定能想法去救他们。哎，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啊？有一二百人都带着枪呢。这红汉人来了没有啊？当兵的讲，红汉人快来了。邓秀婷就是怕红汉人来，才连夜押走做事的人。金师墨，你带金哈惹回去换换衣服，再给他做点好吃的。是了，走。姐，我看这么办，咱们叫上罗红家、罗武家一起动手。一来人多势众，二来嘛，邓秀婷以后追查起来，三家人一起顶着，他也没办法。哎，这是个好办法呀。好主意啊。联合罗武家倒不难，就怕罗红家不干呢。罗红家也有做事的人嘛。再说李团总手下有几百条枪，他会甘心眼睁睁地落到我们手里？里头屋有这么多枪呢，你们可一定要小心呢。你放心好了，山马尔哥在，约两家头人来商量。是，走，快点，快，走，快快走，快走，快点快点。
这边，往这边走，快，上来，快跑！你不是说，李团总钟县长他们昨天晚上就出城了吗？怎么现在还没有到？黑灯瞎火的，做这人里头有老有小，又有病号，他们走不快。说不定，他们睡在路上了。阿大，啊，阿大，哎呀，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快快找枪吧，晚了就没有了。小爷丹头人，你饶了我一命，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你问问他，他答不答应？亲家呀，你饶了我吧！你要多少银子我都给你呀！你李德武，你就是把银子从冕宁城铺到我家门口，我都不会看他一眼。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家七口人。今天干得可真痛快啊！干脆打到大桥场去，趁那些红汉人和白汉人打冤家，我们再去落他一把吧。啊，打到大桥场去。走，不能干啊！我们既不知道这些红汉人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更不知道和他们打起来我们能不能赢。依我说，咱们都先回到自己的地盘上去看看再说。嗯，对对，走，道理是。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人呢？我刚走到半道上就碰见这家伙，快说。指挥官，是滚地小叶丹，他邀了好几个加支的人堵在半道上，把人质给抢走了，还把李团总、钟县长还有我们弟兄们全给打死了。这我嘿，怪我，怪我。早该杀了这个害群之马。哎，王连长，到。你们工兵连准备的怎么样了？放心吧，首长，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是我们工兵连的家常便饭。明天可要进入营区了哟。那有什么呀？只要我们对彝族同胞客客气气的，既不动人家的东西，也不打扰人家，难道他们还不让我们过路？准备工作做好以后，让大家早点休息啊。是。说实话，中央批准了我们改道的建议，我反而觉得压力更大了，心也悬起来了。是啊，明天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谁也说不准呐。嗯，司令员，程老板又给我们找来几个通司和向导。啊，那我去看看。那好，我也到几个连队去走走。嗯，走吧。嗯。啊，请请请请啊！诸位诸位啊！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司令员。刘司令员，这位是工作队的肖队长。肖队长，肖队长，好，请坐请坐啊，请坐，大家坐，大家坐啊，大家坐，坐坐坐啊！我们在泸沽镇就认识了。各位老乡，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来来来，喝完酒，再尝尝宜家的坨坨肉啊！谢谢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休息好。是啊，这次可要仰仗大家多多费心出力，我代表红军官兵感谢大家。没啥子，这条路啊我们常走。哎，对呀。那好，我们明天进山。
桥显然是被破坏的。嗯，是不欢迎我们的预兆。王连长，到！马上把桥修起来，以便后续部队快速通过。是。工兵连，准备架桥。你的枪真好，我们赶快动手吧。哎，让他们再过去一点，等他们进到果吉家的地盘再干。好，阿达，我们该动手了。等一等，再看看。前面有情况。首长，前面有情况。停止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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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彝族人。首长，来，魏正元。刘司令，哎呀，这是怎么搞的？我已经请人捎话给小叶丹了，只是时间太紧，怕没捎到啊。喊话！哎，喊话！哎，老四出头了！红军进大干部所，是谁呢？红军探团！探团！老四出头！红军进大干部所，在这里相持下去，恐怕不是个办法。周围的地形对我们很不利啊。收缩行军序列，喊话前进。是。红军诺索托斯布，托斯布，自己错，自己错，举战不。红军诺索托斯布，托斯布，自己错，自己错，举战不。红军诺索托斯布，托斯布，红军诺索托斯布。这才像是真正的军队。大鼓的过去了，你去收拾后边小鼓的。好嘞，等一等，悄悄的下去，不要惊动了前面的。好，还有啊，只要枪，不要再伤人了。懂了。狗子，走。阿达，罗红家已经动手了。我们再等等，再看一看。不知王连长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但愿他们不要遇到什么麻烦。小何，到，你去工兵连看看。是。首长，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再走过去有可能真的和彝人发生冲突呀。程老板说，挡在我们前面的是果吉家的人，东面是罗武家的，侧后面打枪的是罗红家。
我们已被四面包围，前进和后退的路都被截断了。刘司令，刘司令，今天这阵势不对头啊。程老板，你是怎么看的？我估摸着是不是他们几家刚刚把坐至换班的头人抢了，你们紧跟着开过来，彝人以为红军是帮助邓秀婷报复来了。现在的关键还是要跟他们头人，也就是真正管事的人打交道，最好能找到你说的那个小叶丹。现在这种局面，上哪儿去找他们的头人呢？那我们就先把屁股坐稳当了再说。命令部队占领左侧小阵地。是。哥，现在这些兵就在我们加之的地盘上，咱们再不动手，以后别的加之可要笑话咱们了。你懂什么？你们也不想一想，既然他们要架桥，就说明后面还有大队人马。今天的事不比往常，我不说话谁也不准乱来。山本哥，对，马上通知我们果吉家的各个支头，所有拿得起枪的男人都到这里来。哥，打吗？叶丹，你真的要跟红军开战？罗红甲在我的地盘上抢了红军，这些外来的汉人又分不清彝人的家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不防。哼，我还舍不得这些枪从我的眼前跑掉呢。首长，我你们这是怎么了啊？司令员、政委，那些彝人他们，哎呀，我想不通。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你们被人家抢了武器、工具，甚至被剥得赤条条的，可是坚决不动武。谁都知道，你们不是懦夫，而是英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你们受了这么大的屈辱，却没有一个人动手还击，因为你们工兵连是毛泽东同志从安源煤矿带出来的，是红军中第一支全部由工人阶级组成的连队。为了全中国各民族的解放，你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强的纪律性。我代表总部和刘司令员谢谢大家。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我们一定把桥架起来。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我们一定把桥架起来。阿娜，红军的脾气我算是摸准了，他们不敢碰我们彝人，拿着枪都不敢打。啊，你看，红军的大队人马被果吉家堵在了山崖口，进不得又退不得。小叶丹肯定要夺红军的枪，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动手。阿达，你放心，从现在起，红军的枪就是我们罗红甲的了。大家要大胆的上，谁抢到枪就是谁的。上啊！那边冲过来的是罗红甲的人。哦，伯承，你回来的好。我们老撅着屁股挨打，太延误时间了，搞不好整个先遣队都会成为第二个工兵连。是啊，今天的局面确实很复杂。实在不行，我看只好采取点灵活措施了。迅速通知各连，把所有的轻重机枪都集中起来。是。哥，罗红家的人都快冲到红军那个山包了。红军要是还不敢还手，我们就马上出动。
把这些胆小鬼的枪统统夺过来。都听我的命令。是是，跟我上！他们不会放枪的，冲啊！枪口抬高，射击。信号弹。留给小叶丹去收拾吧，快走走，让他们打吧。哎，等等看吧，我们走走。阿爸爸，红军的炮火好厉害，我看他们的指挥官更厉害。点着名找我。是啊，叶丹，依我看呐，还是让我去吧，你去有危险。也好，山马尔哥在，你去红军那边探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嗯，看，有人来了。沙马二哥，电报。首长，和军委联系上了。军委有什么指示？有，念。刘聂，蒋介石已督令川军各部加快大渡河的防线部署，其他各个方面的敌人也向我军步步逼近。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九军团已在泸沽镇与敌追兵接火，望设法尽快通过宜区。每小时每分钟对红军都是极宝贵的。军委总部。他们怎么谈这么长时间呢？大概只谈了五分钟，是你心里太着急了。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五分钟啊。成了成了，谈成了。他回去请果吉家的头人小叶丹亲自来见刘司令员，地点就定在山上的遗海子。嗯。哎，是不是他们还要打？一般情况下，彝人说话还是守信用的，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有所戒备。这样吧，你在这里坐镇，好，指挥全局。嗯，我去。小肖同志，到，准备礼物。我们不和红军谈，还能和谁去谈？谁还能帮得了我们果吉家？为了抢回您老人家和做事的头人们，我们联合了罗红家、罗武家三个家支，联合起来反了邓秀廷。是因为他们两个家支也有做事的人，可是邓秀廷一回来就会拿我们果吉家先开刀。红军打仗厉害，跟官家的军队是死对头，如果能靠上这棵大树，我们就谁也不怕了。去。哎，都饿了吧，来吃点东西。来，拿下来吧。给，拿着，给你水。来吃点吧。哎，这儿还有。嗯，好。你这枪是哪来的？到红军那儿抢的呗。你什么？你到红军那里去抢枪？那罗红家人抢的，
为什么我抢不得？你还敢犟嘴？给我捆起来！走，过来。色铺，我没做错事儿，我抢的是汉人的枪。都像你这样不听招呼，就会坏了我的大事。色铺，色铺，金汉惹，他还小，还不懂事，求求您，饶了他吧。起来，走。国金尼铺在。告诉山上的人，在海子周围警戒好。这次谈崩了，大不了就是我死。你们就跟红军在战场上见个高低。你就是刘司令。不错，是我。听人家说你是神龙下凡，我看也是个普通人嘛。哎，刚才指挥红军打仗的就是你啊？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开枪自卫的。嗯，打得好，打得好。哎，你知不知道你们打的是哪一家的人马？不管是哪一家，我们都不愿意打。只要是受国民党反动派欺压的彝人，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罗洪家跟邓秀婷穿的是一条裤子，今天又抢了你们的东西，依我说就该狠狠地打。可惜你们不是真打。你这位国际家的头人倒是很有眼力呀。 你吓唬得了罗红泽一，可蒙不了我国际小叶丹。不过我倒是很喜欢和你们红军交朋友啊。好，请请。你们一下子消灭了保安团那么多人，打死了县长和团总，我看你们彝族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啊。啊，刘司令，我们有个娃儿也去抢了你们，我已经把人带来，请刘司令发落。哦，带来。嗯，哎，快放开他，这还是个娃娃吗？是你孩子，你是把我们当成了欺压移民的汉人官兵了吧？嗯，你不要怕，努苏罕嘎，粗子布。小何，人家把枪给你送回来了，你看怎么办吧。嗯，你喜欢就送给你吧，你拿去打国民党反动派。肖队长到，把送给朋友的礼物拿过来。是。苏泽，马木马泽，苏泽，苏泽，苏木苏泽，马木马泽。嗯，一双两双单，一双两双。糟了，这卦上说的是不吉不凶，就是说必有大吉大凶。依我看，凶多吉少，大凶的预兆最大。他一定是被红汉人扣下了。我说不能去，他偏要去。你们不要乱，越乱越闯鬼。小叶丹不在，现在就听我的。通知各个枝头的人，把彝孩子团团围起来。
政委，情况不对头啊！要不我带一个连上去把司令员接出来。不要急，我们跟踪前进。是。邓秀婷既然是你们的敌人，他也不是我们果吉家之的朋友，我们两家应该合在一起把他收拾掉。哎，你说吧，我们该怎么打？打是要打，但不是现在就打，也不一定这一次就打。什么？说了半天都讲了些空话。哼，不打邓秀婷，你把我叫来谈什么？刘司令，你们红军这样做可太不够朋友了。不谈了，我们走。小叶丹头人，就是走也该把话说个明白。如果我们红军真的有错，请你提出来，我们一定改。既然请我来谈，为什么你们的人马紧紧跟在你后面开过来？看来你是谈得好要过，谈不好也要过。那你我也用不着费口舌了。误会了，这是跟我来的先头部队怕是等得心急了。陈参谋到，马上通知聂政委让部队原地不动，请他们放心，我们这里谈得很好。是。王小爷，王小爷，小叶丹头人报告首长，我们被一日武装包围了。报告聂政委，司令员说他们正在谈判，部队不要前进，免得一人产生误会。知道了，通知部队停止前进。是。你产生误会了，这是在果吉家的地盘上，人家的武装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吗？我们是来交朋友，不是来动武的。首长，我错了。山门哥在，去告诉我们的人，我跟刘司令在一起，不会有事的。是。情况属实吗？搞错了我要你脑袋。是真的，他们真的不打了，刘伯承和小叶丹还在一起谈判呢。不可能，我办了20多年遗物，经验告诉我，这帮蛮子把汉人恨到骨子里去了。他们和红军坐在一起。小叶丹头人，在我们国家的东边有一只狼张牙舞爪地向我们扑来了，他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保卫咱们的家园，红军要北上抗日，蒋介石却调动了几十万人马对我们前堵后追，妄想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我们在这里多待一天就会多一分危险，你看红军能够等到打垮了邓秀婷以后再去赶路吗？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不仅有你们彝人，还有其他许多兄弟民族，也包括我们汉族的穷苦人，为了各族人民像兄弟姐妹一样和和睦睦地过上好日子，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把蒋介石打倒。汉族、红军、彝族、你、我，咱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朱子波，急啊！对，我们要跟蒋介石开战，可是他有那么多兵马，要打到哪年哪月？这个问题
提得好啊。嗯，你看，每一个民族就像一座山峰，许许多多山峰连在一起，就可以把天都撑起来。我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还打不倒一个蒋介石吗？上有天，下有地，今日红军与果吉家会商结盟，我和小叶丹头人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我小叶丹愿同刘伯承司令结为兄弟，誓同生死，如不守约，如饥而死。潜团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的率领下，已经夺取了大渡河的安顺厂渡口。好，可惜呀，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大渡河会战又成泡影了。是啊，他想依赖彝人阻挡住红军，可没想到正是彝族兄弟帮助我们赢得了时间。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走通了。对，古往今来，兵走梁山而不战，彝人相敬，单似胡江，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是我们红军创造了这个奇迹。